说起来呢，我也算是一个安卓平板的资深老用户，当年从全球首款安卓平板 Motorola Zoom 开始就入坑了。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安卓平板给我的感觉就有一个词，简陋。毫不客气的讲，无论是应用还是系统体验，和 iPad 相比都差得很远很远。而且前几年各大厂商和开发者们都放弃治疗，没啥动静。但近两年随着网课和居家办公之类的需求激增，安卓平板市场一下子又热闹了起来，各大厂商也纷纷推出了自家的平板产品。那么时隔多年，现在的安卓平板到底怎么样，能够干点啥？我们专程选择了 vivo 近期推出的首款平板 vivo pad 来寻找我们想要的答案。大家好，这里是火星太阳资讯社，我是三尼特，欢迎收看本期视频。说起平板电脑，有这么一句话，买前生产力，买后爱奇艺。这也能看出大家对于平板电脑生产力的憧憬，以及对于平板电脑影音功能的肯定。所以对于影音这一部分，我们也不需要在 vivo pad 上过多的去深究，更何况在硬件上它也并不逊色，11英寸 16:10 2.5K LCD 显示屏，支持120赫兹高刷和 HDR10 以及杜比世界，并且搭载了4扬声器系统，用来应付 i 优腾不在话下。更何况如今 i 优腾还提供了自家的高帧率加 HDR 偏源的支持，追剧体验自然是更好了。而游戏方面呢，有高帧率屏幕加高通骁龙870的配置，加上平板电脑本身大面积散热的优势，自然是拥有稳定出色的表现。再就是平板电脑的另一传统异能，盖泡面，它同样能胜任。那么在生产力上它又能做些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我们这回特意为它配上了智能键盘和智能触控笔。这套装备一上，在驾驶上看那就非常生产力，看是不是有模有样。有了智能触控笔就更方便完成精准的操控，能够在平板上进行更专业的图片处理，而不单单只是套一个滤镜完事。当手指变成了接触面更小的笔尖，对于内容的精确调整也就更方便。同时指纹洁癖人士也能意外解锁让屏幕不沾染污渍就把平板电脑用好的魔法棒。而完成了真笔模拟，那 vivo pad 就能解锁一部分真笔才能完成的事，比如说画画和做笔记，这个时候自带的原子笔记就派上用场了。其实这个原子笔记早在去年就随着 Origin OS 亮相，当时我一度不明白为什么 vivo 一个手机厂商要这么执着于拓展这么一个类似于草稿纸的系统应用，现在看是早有打算。经过几次迭代更新，原子笔记现在支持了创作、排版、文档编辑管理、画画、笔记、录音等多项功能。通过原子笔记的配合， vivo pad 能够摇身一变成为用户的画写手册，不仅能够记录手写笔记，甚至也可以自动识别笔记变成电子文档，比如这期视频的脚本就是这么完成的。实际写画体验如何呢？我只能说完成度还不错，笔尖是柔性的，写字的时候笔尖会有一定的回弹，给我一种在用圆珠笔的错觉，笔本身的直径恰到好处，握笔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笔杆上有一枚按键，可以通过按压组合触控方便的切换工具或者截图等等。写字非常直觉化，涂改即可删除文本，画圈可以自动成圆，也支持铅笔一样的侧锋书写，用笔的轻重也会造成笔记的浓淡不同，只是在结构设计上略微有些复古，采用的是可更换电池设计，并且电池是相对不太常见的9号电池。在收纳方面，可以在平板电脑侧边进行磁性吸附，但是吸附角度需要把握好，换个角度可能出现吸附不牢固的情况。再说说智能键盘，它的出现自然主要是完善文本输入的需求。 vivo 推出的智能键盘键位和触控板基本上都是按照笔记本电脑的标准等比缩小，按键手感和触摸板触控手感都挺出色的，但也正由于整体缩小的缘故，习惯了一般电脑的键盘操控，初使用可能会觉得有些局促，但使用一段时间就能很快适应。键盘采用了比较粗颗粒的材质，夏季使用不容易在掌托处留下汗渍，相较于操控体验上的优秀，结构设计上则让人有点尴尬。智能键盘支持0-155度的无极调节，但是需要将键盘上半部分掰下来变身支架进行支撑，这样的操作动作看起来不帅不说，操作起来还容易脱落，建议翻折的时候注意一点。通过键盘实现简单的文本编辑是没有问题的，触控板也可以通过最多3指触控实现一些便捷操作。键盘本身不需要充电，依靠触点通过平板本身进行供电，完全不需要电量焦虑，
以上两个配件的配合似乎天衣无缝，但在面对更深层次的功能还是有些力不从心，需要电脑进行助攻。那怎么用电脑助攻才更方便呢？那么就进入下一个话题，多设备互联。现如今每一个品牌都讲究一个万物互联，把各种场景下的设备联系在一起，就能达到一加一加一加一无限扩张的生态圈。经过我们体验发现，支持相册、原子笔记、日程、浏览器书签、黑名单、 WiFi、 蓝牙等信息的同步是大部分品牌云服务的基础，而建立云盘机制实现文件内容的同步则是互联功能的拓展。我们从 Vivo Pad 上也同样看到了这些，而且可以在电脑端利用量子套件完成与 Windows 甚至于 Mac 设备的连接。利用 Vivo 的互联机制，可以实现操作接力、屏幕投射、文件拖拽等快捷操作。例如在手机上看剧觉得不过瘾，可以在平板更大的屏幕上酣畅淋漓。在平板上排版文档需要更加深入，可以保存之后在电脑上继续编辑。在平板上想调取手机的文件，可以碰一碰，直接跨屏幕拖拽进来。这种便利就是生态的魅力。聊完了爱奇艺和生产力，当然也逃不开一个当下非常值得重视的使用场景，在线教育。现在许多家长都会给孩子买台平板作为上网课的设备，所以很多品牌都特别为这个场景进行了优化，建立独立的儿童学习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家长可以对小孩的学习情况进行掌控，使用时长、应用管理等等。这些 Vivo Pad 做得也挺全面的，家长可以在安卓以及 iOS 平台上绑定平板查看情况，甚至可以自动提醒小孩注意观看距离，甚至做了硬件防蓝光、自适应色温等等。通过这次 Vivo Pad 的体验，我们发现由于市场的积极反馈，让安卓平板的体验进步了不少，许多应用的适配也积极起来，甚至微信都适配了安卓平板，支持平板、手机和电脑端同时登录。我也希望安卓平板的应用生态也会越来越好，当硬件升级与软件开发都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那自然就会带给我们更好的体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和意见，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留言互动哦。最后别忘了素质三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